用尽全力挽留妈妈。我的尊公，那个放开呀！你不要回头，我冤家这里无情。我放着我半路水，敢有人接人跟我讲话？我讲有甚物代志，我搞起无注意的。刚刚是尤忠才的声音。伊跟我讲甚物其他的真相，我哪知影？我一定真痛苦。其实，把我死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我是我你，你拄只你的病医已经离开啊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袂当予蒋介石的放伫外口门关。阿姨是咧提醒我，想要帮助新兵甲超远同过无尽的难关，只好赶紧朝文宣转去。我即摆来找我们警察工厂的，我要替伊当头来祭拜英雄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我伫真做假，你是我一世人唯一的亲密战友。我是我，你，伊呢？伊呢？无在遮。阮是来通知你，英英拄则伫个病院已经离开啊。所以我咧想，伊即摆伫个天顶，一定做病情拢无挂碍啊。阮阿伯是阮阿伯。伊是阮阿公共同事，即届又搁想要联络我进行转型术，所以才甲我掠走的。阿同事根本就无死，伊伫拢活的。你开门啦！我拜托你开门啦！我拜托你啦！你袂后悔对阮冤家这哩无情？爸，我放着我半路水，啊，不过敢有人接人甲我讲话，敢那是尤忠才的声音。我的尊公。那个胖子呀，给谁发脾气？王大柱啊，赶紧起来！啊，伊第一次发生代志的时阵哦，根本都唔是这种文质彬彬的模样啦。伊哦，根本就是个大法师啊！我讲有甚物代志，我刚去不注意，啊，若无是安那讲就行。伊跟我讲甚物其他的事情，我哪知影？我一定真痛苦。